家早上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Nate 老师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运动呢，会做站立的，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椅子来辅助你，所以来，现在请你先站起来，站在椅子的旁边。好，老师还是要再三的提醒一下，椅子一定要挑一个坚固的椅子，让你在做的时候才不会怎么样，会有危险。好，来，请你换上适合运动的衣服，在一个室内通风的空间让你做运动，这样你才不会怎么样太过于闷热。好，来，先保持好你的站姿，一只手先扶椅子，好，另外一手叉腰，我们做踏步先，我们做热身，踏步踏步踏步。好，今天老师会教你们怎么用椅子的方式辅助你而安全并且做有氧运动，所以在做有氧运动的时候会有点喘哦，所以呢，但是呢，有氧运动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它的强度不会太高，但是会让你不断的持续的动。记得运动要数出来，两只脚算一下，一、二、三，很好，四、五、六，加油，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加油，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来，双手叉腰，一、二，这时候就不要扶椅子咯，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，记得你在做这个踏步的时候，老师会建议你啦，穿鞋子会比较合适，因为如果你打赤脚直接踩在地板上，其实对你的脚底板没有这么的舒服，很好。然后记得脚步放轻哦，不要太大力的踩，这样不好。脚步放轻，很好，加油，数出来，很好。来，我们做最后十个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把手加进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很好。来，记得不同手不同脚。然后手怎么摆？前后摆哦，不是左右这样摆，前后摆，很好。好，摆起来，加油，很好。记得脚步放轻。今天的主题呢是有氧训练哦，所以有氧训练就是一个没有很高强度，但是让自己不断的持续在做运动，所以会有点喘，所以老师要你们坚持一下，加油，很好，很好。好，来，我们做最后十个，好，数出来，九，很好，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如果觉得会喘的话把速度放慢没有关系，最后十个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，手扶椅子，然后把脚跟垫出来，脚跟脚跟，手叉腰，一只手扶椅子先，很好，脚跟脚跟，很好。好，记得你的椅子只是辅助而已哦，所以你不要太大力的压它，扶着而已，让你不要跌倒哦，很好，脚跟脚跟。好，速度怎么抓呢？抓自己可以什么舒服的范围就可以了，你不一定要跟老师的速度一样快，你只要用你自己可以的速度就可以了，很好，脚跟脚跟脚跟。好，来，最后十个，十、九、八，用脚跟点地板，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不要扶了，一、二。可是如果你不发现你不行，还是会不稳，你就扶着椅子没有关系，脚跟脚跟点地板，很好，好。如果你发现呢，哇，老师我已经很喘了，好像很累了，好，现在把你的速度给放慢没关系，让自己缓和一下，但是尽量不要停下来先，因为我们在做有氧运动，所以你会喘呢是正常的哦，加油加油，很好，来，做最后十个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，记得数出来，二、一，把手加进来，准备咯，好，来，一、二，不同手不同脚，四、五、六，好，如果会不稳定的人，你可不可以坐在椅子上做，
也可以哦。如果你真的发现哇，我站着不行坐，或是有点危险，会有点怕怕的，没有关系，就先坐在椅子上坐也可以啊，很好。老师教的这些动作呢，在椅子上也是可以做的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抓自己可以做的范围就可以了。好，来，最后五个，十、九、八、七，很好，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好，来，把手举起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你看哦，现在我们是做站立的这个运动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啊，你不要在做的时候会碰到家具啊，或者是有可能会就是放太多物品在旁边，这样在做运动的时候其实有点危险哦。安全第一是最重要的，很好。一样，不同手不同脚，确认一下自己的动作有没有做错。好，来做最后十个，十、九、八，很好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回到踏步，一、二。好，老师会让你们做踏步的时候都是缓和的时候，因为踏步呢，它可以让你怎么样，比较没有这么累，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开始调整一下呼吸，让自己不要这么喘，很好，加油。来，踏步，最后十个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，手扶椅子，来，现在把一只手叉腰举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记得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老师讲解一下，你们不要停下来，继续做哦，保持一定的节奏。什么叫一定的节奏？不要忽快，然后忽慢，有一个这个感觉，节奏的感觉，把它做出来，继续做，来做最后二十个，节奏，节奏，很好，好，支撑的这只脚保持弹性，不要锁死哦，保持弹性，最后十个，十、九、八、七，身体不动，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换脚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这个节奏你可以自己抓，你不一定要跟老师一样快，你可不可以自己用自己的速度？可以，但是你不要让自己怎么样停下来，慢慢的也可以，很好啊。有氧运动呢，就是让你持续不断的动，但是呢强度不会太高，加油，很好，很好，好，来做最后十个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回到踏步，一，刚刚抬脚很辛苦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样做踏步缓和一下，很好。踏步就是给你休息一下的时间，但是不是让你停下来哦，因为我们要用到你的心肺功能的关系，所以在做这个的时候会有点喘，没有关系，但是你真的喘不过气了，数不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要休息一下， OK， 很好，加油。好，来，我们刚刚是扶椅子，对不对？现在试试看，不要扶椅子哦。来，双手叉腰，来，抬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如果你发现你会不稳的朋友，就扶住椅子，没有关系。所以现在这个是不扶椅子的哦。记得老师在讲解的时候，你们不要停下来。好，很好。请问支撑的脚要怎么样？保持弹性，弹性，不要锁死了。如果你锁死的话呢？会怎么样？会让你的膝盖会不舒服，很好。好，最后十个，十、九，特别注意哦，如果老师在讲解的时候，你们要继续做哦，很好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换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很好。五，支撑的脚怎么样？保持弹性，很好，脚举高。安全最重要，不稳的人请你扶椅子哦，没关系，数出来，不憋气，不憋气，来，很好，最后十个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回到踏步，哇，很辛苦哦，加油。好，
那你在做这个有氧运动的时候呢，如果你发现哇，我在做的时候哇很喘，数不过来，我已经没办法数数字了，我会变成三四，像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你就要让自己怎么样，再放慢一点。真正的有氧运动是让你可以怎么样讲话，你可以数出声音来，可以数出数字来，然后并且又可以持续的做动作，这样的效果会比较好，可以哦，很好。好，那我们会把手脚配合在一起来准备，一起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很好，四，不同手，不同脚，五、六、七，很好，手举起来。好，如果你发现哇，老师，我这样做不稳，而且我会怕怕的，你可不可以坐在椅子上做？可以哦，很好，不同手，不同脚，不同手，不同脚。老师有时候调整一下麦克风，是你们继续做，不要停下来。很好，数出来不憋气，数出来不憋气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来，最后十个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回到踏步。哇，很辛苦哦。好，有点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在做踏步的这个缓和的时候，这时候请你调整一下呼吸。如果你发现我很喘，你可不可以把速度放慢，然后把呼吸变成正常的状态，再回到原本的速度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所以你自己在做运动的时候要注意身体的状况，可以哦，加油，很好，很好。哇，很辛苦哦，加油，撑一下，最后了，十分钟了，加油，很好。好，我们做完这个之后呢，我们要稍微做一下核心的部分，然后要做一下核心的部分。好，来看老师哦。来，现在一只手先扶椅子，好，另外一手举起来，可以吗？好，这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脚拉进来，回来，手扶椅子，拉进来，回来。好，手肘尽量靠近你的膝盖。好，来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看老师的侧面就会长这样，六、七、八，很好，九，手伸直，十、十一，好，你们继续做，不要停下来，继续做，继续做。老师讲解一下，你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拉扯到这个区块，这个区块。好，那这边就会用力了，那你就可以训练到这边的腹部的肌群，它就可以帮你更稳固你的腹部的肌肉。OK， 可以哈，哎，不要停下来，继续做啊，很好。除非你累的话，慢下来。最后十个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踏步，踏步。好，这时候踏步用慢慢踏步，换到另外一边来，慢慢踏步，换到另外一边来，很好，但是不要停下来哦，除非你很累。OK， 加油。好，来，一样扶住椅子先。踏步，手伸起来，准备一起做侧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很好，五、六，记得老师讲解的时候不要停下，这个脚啊保持弹性，然后是一、是二、是三、是四，很好，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最后十个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回到了踏步，踏步，踏步就是给你缓和的时候哦，加油，很好。如果你发现你有点累，有没有？可以马上补充水分，给自己休息一下，没有关系，很好。动作呢，就跟老师，不一定要跟老师一样快，但是你可以抓自己的节奏。记得我们在做有氧训练的时候呢，动作要持续，然后动作要正确，不要为了求快之后呢动作不对了，这样就不好了。OK， 很好，加油，加油。那我们做完外侧之后，我们要做交叉的，交叉的。好，来，一样手扶住，另外手拿起来。好，就是用这里的手肘碰对角边的肩的膝盖，膝盖可以吗？一起做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手扶椅子啊，以防安全。六、
七，很好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好，来继续做，不要停下，老师讲解，让你在做这个动作进来的时候，身体会有一个这样的进来的动作，所以这个地方就会收缩了，所以就用到这个腹部交叉的地方。 OK， 好，来做最后十个，十，九，八，七，六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回到踏步，踏步。好，在踏步的时候慢慢的换到另外一边来，踏步，踏步，你们换边了哦，踏步，踏步，踏步就是给你缓和一下，很好，很好。如果你可以坚持跟老师一样，一起把这个动作呢，就是这个这段运动的时间把它坚持完，你会发现你的心肺功能就会提升哦，吼，加油！好，来，手扶住椅子，好，脚还是持续踏步，手伸起来，准备，好，对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很好，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加油，十四、十五，脚抬起来，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最后十个，来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回到踏步，很好。老师说过了，踏步就是让你缓和，缓和，加油，还可以吗？很好。今天的运动呢会比较辛苦一点点，所以呢你在做的时候请你怎么样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哦，很好。那因为现在还在阻断措施的阶段，所以记得出门的时候要戴口罩，然后呢要保持一米的安全距离，随时保持个人的卫生。还有啊，就是记得吃饭的时候呢，如果有跟人家一起吃饭，要拿公筷母匙哦，然后最好是带自己的餐具会比较好，很好，加油。好，老师常常有跟大家讲哦，如果你要提升你的免疫系统要怎么做呢，就是你要有三个很重要的方向。第一个是你要有规律的什么生活作息，好，有一个很第二个就是要一个均衡的饮食，第三个就是要有运动的习惯。当你这三个都有的时候呢，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变得比较强壮，就比较不容易生病哦，很好。好，来做最后十个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，手扶椅子之后做垫脚尖动作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垫脚尖，另外一手叉腰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很好，记得两只脚一起垫起来。好，记得你的膝盖跟脚尖同一个方向哦，你不要外八这样或是内八，这样不好，一起的起来，很好。那记得手的部分哦，不要推它，手只是扶住而已，所以你不要是说这 一直推哦，不要不要啊，手只是扶着的而已，很好，加油。好，来做最后十个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把脚往后勾起来，让老师勾起来，回来，开始勾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很好，十一、十二。两只脚一起勾，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，来，双手，请你都叉腰，垫脚尖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很好，十二。但是如果你发现哦，啊，老师，我还是觉得。哇，我没有扶椅子，我会怕怕的。没有关系，就扶住椅子也可以哦。吼，但可以的人就尽量不要扶哦。吼，就五个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把脚往后勾，一、二、
三、四，很好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很好，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加油，十五、十六，往后勾会比较危险一点，所以在做的时候注意安全。那九、二十，前后一起来，什么叫前后一起来？一个垫脚尖，一个往后勾，看老师的侧面哦，老师的侧面，看老师的侧面，看老师的侧面，一个垫脚尖，一个往后勾，一个垫脚尖，一个往后勾，来准备，好，来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，现在注意听哦，一只手扶椅子，另外一手放，另外一个脚放在你的这个小腿的后面。OK， 像这样，一只脚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垫脚尖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最后十个，很好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顶住它 ，hold 住来，一、二。来，把脚 hold 住，三，像这样，四，垫脚尖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放下来，踏步，一，二，好，慢慢踏到另外一边来，很好，六，七，八，当然你也可以这样，前面的把它踏过也可以，也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来。好，踏步踏步，缓和。老师有说过，踏步是让你缓和的。好，一只手扶椅子，踏步踏步，手叉腰，另外一脚起来。好，来准备做垫脚尖的动作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好，你们继续做，老师讲解一下。当你在做这个垫脚尖的动作的时候，你会大量用到这个小腿的肌肉这一块。OK， 那你会觉得哇，这边好像紧紧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正常现象。可是你发现，如果你一只脚没办法做撑起来的动作，那你就先用两只脚没有关系。很好，来，来，最后十个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hold 住十秒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hold 住，我看老师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放下，要踏步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还可以吗？各位，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好，慢慢的踩在椅子的前面，十七、十八。十九，好，来慢慢坐下来，一样回到踏步，一、二，再缓和一下，今天比较辛苦哦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很好，最后十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十，好，来，现在请你把脚伸出来，好，两只手合在一起，好，吸气之后吐气，摸脚尖，好，数出十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拿起来，换一只脚，好，再一次来吸气。
好，吐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哇哦，你做得很棒，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我们这些运动就到这里咯，如果有任何的 feedback 可以在下面帮我们留言，然后并且帮老三一个 like， 然后分享出去好不好，让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来做运动，来让他的身体更健康。那今天的运动就到这里了，记得运动了半个钟头以内先不要喝刺激性的饮料，然后赶快把汗抹干，不要让自己感冒了。祝你们身体健康，我们下个礼拜见，拜拜。